帮我喊。好，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来到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台北粉丝见面会的发表会。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小易。那今天全程的精彩的记者会内容呢，也将透过完全娱乐、还有三立华剧粉丝团、娱乐新闻还有 Vido 做全程的直播，还请线上的朋友帮我们多多转发分享，让更多人可以看见。那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呢，其实从播出到现在呢，获得不少粉丝的好评，也让这部戏呢稳坐同时段收视的冠军宝座。那为了回馈大家热情的支持呢，我们现在也开心宣布，将在8月11号举办台北粉丝见面会。究竟活动当天呢会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我们现在就要有请剧中的两大男神来为我们揭晓。现在就让我们有请张立昂跟子弘。Hello， 嗨，先跟线上的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所有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昂。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弘。哎，心情怎么样？因为刚刚就是太紧张，马上口急。还是其实你们还好？我大概上来一秒，现在开始了。现在开始紧张。好，为什么要说到紧张呢？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售票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算是继爱上哥们之后第二个举办的，可见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件喜事。那你们对于那个人气跟买气是有信心的吗？有吗？这绝对是有，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可是怎么讲到后面就越来越那个？有没有？一定要，我还是要在这边还是就是要真的鼓励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对，我们也很期待到时候看到大家这样子。因为说有其实应该也不是空，就是嘴巴上说说，应该是一路上以来都感受到很多大家热情的肯定跟支持吧？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的是有感觉到，就是比如说每个礼拜戏播出的时候。然后我会发文啊，我们都会看到，就是很多人截图，然后很多人在热烈讨论，然后私讯也会看到我们的现实动态。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戏中的互动，因为我们都在台中拍嘛，都在台中拍摄，所以大家都住在一起附近这样子，然后会有很多，比如说一起出去运动啊，或者是就是彼此私底下的生活，我们也会放在网络上，大家都会看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我有感受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觉得我们是就是感情戏上跟戏下的感情都非常的浓厚。对因为像刚刚立昂就提到说，这次其实全剧都是在台中进行拍摄的，也让我们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场景。那要不要聊一下这次在台中 long stay 的心情是如何这样？如何？对啊，其实你说对long stay 哦，就是会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说这一次的不管是剧组还是团队还是演员，真的都很可爱。然后我真的就是感觉说这次来我不仅是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然后我也交了一群很棒的朋友这样子。对，那台中的大家应该是相当热情的吧？我觉得其实台中，因为我其实比较没有那么有机会去在台中待过这么长时间，所以其实这一次去了很多我们拍摄的地点，很多地方应该都算是蛮有名的地方这样子。然后粉丝也会说这个地方我有去过，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它很有名这样。然后也在对台中有很多的认识，然后同时也因为这部戏的关系，然后认识台中的方式是很特别的，很不一样的。对，因为是跟着一群伙伴，然后一边拍摄戏，然后这样子去认识台中。对，虽然说场景很漂亮，但是其实台北的粉丝们非常的想念你们，因为你们全程在台中拍，然后包含上次的公开活动也是在台中举行，所以这次8月11号回到台北举办，其实也让不少北部的粉丝朋友非常的期待。尤其我们这次的见面会也是非常珍贵，我们的售票呢将会是限量的贩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究竟当天呢会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我们现在就要请子弘跟立昂来帮我们揭晓。我们先看第一个好了。Okay. 好，第一个，对，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我来揭晓。对，你来揭晓好了。好，我来换个位置。嘿，请问是要是怎样？好，来看第一个。默契的互动。好，来，来看，来帮我们念出来。OK， 里面的内容。红绿灯的意思吗？便条纸办公室。好，独家首播未公开
画面 ，bang bang， 对哦，哎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独家首播未公开的 bang bang 画面，该不会把我们一些不能播的东西都播出去吧？就是在梳化间换衣服的画面，到底是什么画面啊？那个也不会是什么样子的画面？你们私下的互动应该都是会是不能播出的吗？你们会是很 over 超过？如果说真的很 detail 的话，我们现在是要说真的。如果说真的很 detail 的话，是不能播的、啊。好，那大概会是像怎么样子的互动？你说 detail？ 对，你们大概会，我们就暗示的方式跟大家讲好，你们大概私下互动会是怎么样？你们为什么是羞涩的笑？我们为什么是羞涩的笑？到底怎么样？我们私下的互动哦，对，就我跟子弘是。就是私下是很好，我们都会一起就是到彼此的房间哦。是他会我要故意讲的，然后有什么问题、啊？他给我吃东西这样子。哦，深夜到房间吃东西，不是请问是吃哪些东西？要吃哪些东西啊？好，他有给我吃那个大哥，那个叫怎么讲会比较好讲？就是有那种一根那种。蛋白棒那种，不是真的，真的。等一下，你真的不是？等一下，而且这些都是认真的。是我跟你讲是认真的，而且他是有研究的。就是你吃的那一根蛋白棒，然后你再去健身，就是效果会不一样。对，是这样子。对，这是很细心的这样子。对对对，那个是。你要不讲一下，那个不是你推荐的吗？对啊，为什么会知道？我在欣赏你，就是在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吧。讲得很歪、哦，我没有，不是，他不是就是他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对，可是你先讲一根什么什么，但是他确实是那个、啊、蛋白，对，蛋白，反正他就是對對對他就是一个健身前吃，然后他有你这一次要 workout 的里面的能量，有足够的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嗯，然后也会提神这样子，对，對所以是因为两个都有在健身，就是切磋交流一下，嗯，对，就是在房间交换那根蛋白棒。好，那因为所以有可能会有这些花絮内容让大家看到，就对，有可能吗？还是，就是我相信就是。可能大家也不会想要看我吃蛋白棒的画面。哎、欸，其实我蛮想看的、欸。其实你可以专拍特别拍一个当开场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我们可能戏中有一些可能未播出去的花絮，或者是什么东西。哦、那其实、或者是可能我们戏里面没有剪进去的画面、嗯，那可能是会很有趣的那一种东西。或者有可能是特别拍的东西。对，或可能是额外我们特别拍的东西。反正就是当天去的朋友才看得到。对，当天就是你可以。在当下你第一个看到首播的样子哦，很非常珍贵，就是如果我们离开那个现场或者是没进去也是看不到这样子，你可能就要事隔下辈子吧。好，这是限量，所以非常的珍贵。好，那第二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力扬来帮我们揭晓。好，看一下，请你哦，可能要用力来呀。好，请念出来第二个是什么东西。绝对有好大一根。好，承接上题，对，所以应该是蛋白棒，是不是？到底是什么好大一根啊？不然你们两个先来预测一下，觉得是什么东西在当天会有好大一根？会有？你会发每个人一大根蛋白棒这样子吗？对，就是蛋白棒的部分。所以请那个蛋白棒的厂商赶快，现在可以赶快积极的赞助我们，当天现场可以发蛋白棒给大家。好了，还在猜啦。如果除了蛋白棒之外，还有什么可能是跟好大一根有关？嗯，好大一根仙人掌。仙人掌哦，对，陈凯，对，什么也可以嘛，对，对，符合剧情嘛。那子弘来，子弘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好大一根？哈，对，哎，我觉得你今天看张力扬的眼神都非常的暧昧跟羞涩，哎，没有，请问到底去台中的时候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为什么回答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看他，然后很害羞的笑一下？没有啊，就是没有，你讲到好大一根，然后一直看着我，到底是什么？就是。哦，还是你们的武器有可能之类的，因为你们之前有很多被网友捕捉的画面，就是被你们捕捉身材很好的画面這樣子。哦，好大一根手臂这样子。对啊，好大一根手臂，对之类的，有可能。对，好大一个脚之类的，什么之类的。对，脚筋脚力之类的，对之类的。因为你们被很多网友捕捉画面，你应该自己知道吧？是吗？对啊，嗯，什么被哪一场？就是有一些粉丝专业，他会特别截图一些就是身材很好的
路人或者男星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就会特别的 focus 在他突出的地方，这样子啊，真假的？对，身材突出的地方。好，那到底是什么好大衣哥？我们现在马上来揭晓，到底是好大衣哥是什么呢？哦，是金色麦克风，这是我的麦克风，对，你的麦克风，这是那个那上次录完之后雅琪姐给我的那只，这是我的麦克风。好，OK，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金色麦克风？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好，那因为其实这一次《三明治女孩的逆袭》里面，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有我的音乐作品，所以我想有一根好大的麦克风，就代表我会当天用这支麦克风唱给大家听，好，没声音。我们都知道，力扬这是在那个《三明治女孩逆袭》当中，不管是在演戏上面，其实音乐上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演唱啊、创作啊，都有在其中。所以，见面会当天有可能会有很多首力扬的演出吗？这个还在讨论当中，但是我觉得是一定有，一定会唱歌给大家听的。对，一定会唱歌给大家听。好，那因为隔壁点头的子红其实也是歌手出身，所以当天也会有精彩的表演吗？只能合唱了，对不对？就不能，他不能有 solo 舞台，我不能，是不是，他刚可能想说他要表演，你也奇怪耶，他可能刚刚想说要表演，然后马上跟他讲说哦，两个人一起合唱，对，既然你都这样讲的话，好，那就这样干吧，好啊、哦，哎呦，所以现在现场已经决定好两个人会一起合唱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再把这根弄大一点，我们两个才可以一起唱，不然就会太近，对，我们会卡两个，两个可以，两个可以多近，再近一点，然后好，所以两，因为两个我们知道两位有合，就是合唱的部分在剧中，所以到时候现场也可能可以 live 听见咯。嗯，哦，那这样讲的话，那就是第一次公开的这样子演出现场、欸，首次公开两个人的合唱，对，對對對對，是，你们两个会互相比拼，或者是看说谁唱的 part 比较多吗？还是其实是还好的，演出的部分，嗯，其实不会、欸，但有一种就是。没有错，因为这首歌是有一点在较劲的感觉，对不对？嗯、对对 对，还是会有一些情感的因素在这首歌里面。好，你说已经把较劲的部分，然后当天现场演唱成像情歌 feel 这样子吗？两个人可能是喷干冰，然后牵手牵手，然后握着一根蛋白棒，握着一根蛋白棒，身教舞台站起来。好啦，反正是 Life 第一次听，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们去现场也很期待，也很好奇，你才知道。好，那我把这根先收起来。好，收起来。第三个是什么东西？那不然我们先，力扬先帮我们撕好，因为这是第三个，你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嗯，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好，可能要撕用一点。好，来，请念出来。没摸，摸到。不让你回家。好，第三个就是没摸到，不让你回家。到底这个字面上的揣测，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呢？没摸到吧、嗯？对，好，因为既然粉丝一路上那么热情的支持，所以这一次的粉丝见面会，当然要好好的回报他们啦。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满足的回家。到底怎么摸，怎么样子，可能要有一些设定的目标跟预想。按摩，按摩。嗯、我不知道，我只是猜。好，我们先猜嘛。好，就我想说呼应三明治女孩的这个戏名，那可能会用夹的吧。哦，用夹的、哦，用夹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开心的感觉。好，对，好，那既然我们现在那边空说，也不知道到底实际上是怎么样，那不然我们请另外一位神秘女嘉宾来为我们揭晓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旁边这边，小青、星星啊。星星，你看得到我吗？ Hi、好，来帮忙拿一下这边。好，过来这边。好，星辰，请跟现场的朋友们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星辰，我现在在台中继续拍摄中。哦，好，星辰，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讲到说第三个揭晓的福利是要让大家摸个够再回家，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是。我为大家谋福利求来的第三大特点哦，见面会大家可以看看后面那一张床哦，后面这张床，好，这张床是要干嘛呢？这张床呢，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来现场的时候呢，可以看看大家有没有想在这张床上对两位男演员做什么事情哦。等一下，没有他意思是说没有他吗？哎、欸，对他，因为他已经直接点名是两位男演员嘞。叶星辰，你确定这样讲是对的？等等，你们是不是觉得被我陷害？
有吗？我到这一刻突然有这种感觉。我现在看不到他们的脸。啊，这边。对，他们两个现在傻住了。星辰， Hi. 所以你刚刚点名是他们两位，就等于是不干你的事，是不是？的意思吗？是要把两位你的搭档给卖掉咯。OK， 我们好不好？我们三个看大家有没有希望在床上跟我们滚一滚。好，那既然这是呢粉丝见面会，我们要回馈大家福利，不然星辰，我看到这直播大家都说没有兴趣，这样，这不是直播、啊。星辰，不然我先给你敲完哈，因为这个是你开的支票，你希望在床上看到丽阳跟子红有哪些互动画面 ？Oh my god， 是我来决定哦。你先开放，我们先评估看可不可以过，对。你先想一下，如果他们两个在床上，你想要看他们什么？哎呦，我手机滑掉，不然我们你有这么开心是不是？先手机往下滑，先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在床上有个手牵手，好不好？这个最基本。这么简单？我不敢相信。最低的那个尺度啊，哎，对对对。尺度。星星，你这么活泼的一个人，我觉得你可以再更，我觉得你可以再更。重一点点，好了，除了牵手之外还要干嘛？你再许一个，对，再许一个，我怕他们会杀我哎、欸，不会啦，我看林总的眼神在边防戒，哦，很明显是，对，好，来，快点，再开一个好了，再开一个，除了牵手之外，除了牵手，我想一下，那不然有一些摩擦，好亮。摩擦，这可以说吗？我怕他们会生气、欸。妈，你先讲好了。好，不然我们健身健得那么强、就让大家把手放在这，放在哪？好不好？什么？哦，你说放在胸口是不是？他们的胸肌、胸口上。好啦，好就是所以就是牵手完之后再抚摸彼此的胸口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吗？那你的部分就没办法那个、啊，可以吗？对不对？啊，不然我们就先不开放，好不好？他现在就是要我们啊，不然可是当天你也会在，你知道吗？你会在星辰，不要假装卡住。我知道啊，我就先帮大家拍照。不要连线品质不佳，不要假装信号不佳，这连线品质不佳哎、欸。好 ，OK。那星辰最后再讲一下，最近两个跟你跟丽阳的感情戏越来越浓厚了。对于你们两个一直亲、一直那么亲密，你现在心中有什么样的感想？什么意思？我有点听不太清楚。后面是知心吗？我是说你们两个就是现在剧中走到感情戏非常的浓烈，一直亲。Hello， 我们在访问。感情戏非常的浓烈，现在感。不要打扰我，我要认真听你们，你们不要打扰我了。对呀、啊，奇怪，我在办记者会。好，我说你们两，不好意思，再一次。我可以讲最后一次了吗？好，星星，我跟你说，麦克风很小声啦，真的。我意思是说，你们两个现在剧中的感情戏，你跟丽阳之间感情戏越来越浓厚，两个人一直不停的亲，一直不停的放闪、你的心情是如何？开心啊，也替苏小青开心啊。哦，那有替叶星辰开心吗？对啊，就很开心。好 ，OK， 好，那你继续去在你在拍戏嘛，对不对？好，那你继续拍戏。那我等一下如果好看的福利，我再连线跟你说。对。我想讲一个上，刚刚我们拍戏的时候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在拍那个溜滑梯那一场戏的时候，我们在试戏的时候就从溜滑梯溜下来，然后我们就是亲的时候电触电、欸。好，谢谢你，谢谢叶星辰。星辰拜拜，星辰拜拜，跟苏小青一样看。刚刚是不是有人拿着大字报进来？不知道他是他突然怪怪的吗？突然怒 Q 这一个，他就是这样怪怪的吗？他本来就怪怪的，他本来就怪怪的，他真的是怪怪的。好，所以刚刚对于刚刚星辰开的那个这样子的条件，当天是可以执行的吗？就是如果粉丝想要摸你的、那個，可以啊，那个可以吧？对，然后牵手这样子，这样牵手可以啊。对，因为子红对于牵手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最近非常的熟悉吧？哇塞！对，就是见面会的时候，我会跟粉丝牵手这样子。哦，跟粉丝牵手。对 对, 对。好，所以我们要回馈粉丝嘛？对，当天会有很多跟粉丝的这些。对对对。好，丽阳怎么那么开心？我没有、啊。好，那丽阳刚刚星辰有讲到最近感情戏非常，他觉得很开心，你感觉怎么样？因为两个好像亲到快破皮。对。他讲那个触电是真的，就是。有静电这样子，我以为是在户外，是在溜滑梯那里。对，反正就是认真的，可能那个在那个球池那里，因为那个球池就是
可能有摩擦，然后会有静电。哦、嗯，那我们拍很多次，每次拍的时候就会这样啪。哦，哇，对，所以因为摩擦，然后你跟星辰两个人之间意外来电的意思吗？就是有静电，然后对，有静电感嘛，对，然后很静电感就是亲的时候很会很大声，啪这样。好，对，哎，你在聊你跟叶星辰之间在戏中当中，我觉得旁边有一个人非常的苦闷哎，他都没有摸到，也没有亲到，明明他一路上也是爱相随在跟守护着他。没关系，我有摸到张力扬就好了。好了，你有吃到蛋白棒，好像也不错，也吃到蛋白棒也不错。我有吃到蛋白棒。那既然刚刚星辰已经特别从台中运送了床过来，我们也不要浪费这个床好了。我们今天两位来拍一个床照，因为刚刚星辰不是有开一些许愿清单吗？我们有要拿那一根麦克风吗？对，我们先来模拟一下，就是那个，哎，这个绑上红色主珠好像新婚哦。来，两位请上床，谢谢。好。好，我帮你们收一下麦克风。来来来，帮我拿一下。我们先拍床好了。来，两个在床边，先坐着坐着。对，好像两个人非常的。大哥这样好拍吗？好，两个，好，好，进阶进阶进阶。好，两个人，好，好，慢慢越来越靠近，慢慢越来越靠近。好，一只手，对。然后牵手，牵手，对，牵手，然后两个人眼神开始互看，互看，好，互看，好，然后慢慢的维持住心神，说，哦，刚刚想说好想测试对方现在胸肌练得如何了，所以伸起了你们另外一只手往对方的胸肌开始摸，对，对，摸对方的胸肌，好，那你就那，好好好，摸好，互摸摸这边，好看。好 ，OK， 深情对看啊。那不好意思，刚麦克风在哪边？金色麦克风，因为刚刚你们有聊到，好，大哥互摸的部分可以吗？互摸胸肌的，好，再摸一下，再摸一下，可以揉胸，对，揉，对，揉，然后互看揉 ，OK， 哦，互看，眉头不要皱，你们不是痛苦的，你们是开心的，对，对，好，互看，好 ，OK。好，因为我们紧接着就要重现，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你们会在房间护卫那一根蛋白棒，那我们就假想是有一根在这边好了，护卫这样子，一起唱歌。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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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是假想你们在练歌，对，我们要重现在这边房间两个一起合唱练歌，拿麦克风当道具拍一下照这样子，好，好，头靠近一点，对，好，因为一定不会有人想到为什么会在床上。这样子这一组的照片，好，好，站着拍，好，我们站着，那这边可以吗？还是要再往中间一些，中间一些，好，我们帮我们移到中间这边，好看会不会比较好，好，大家好拍摄，好，这边光不好是不是？好 ，OK， 好，那我们看正前方的大哥，好，拍一下，摆不同的 pose， 好，麦克风低一些些，好。头靠头，好，那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八月十一号举办的三明治女孩的逆袭见面会呢，当天呢会有独家首播未公开的画面，还会有好听好看的表演内容，那第三点就是还将跟粉丝有许多近距离的接触。好，那有需要不要道具单拍的吗？好，那我们把麦克风拿走，来，好，我们拿牌子拍一下这边这个见面会的资讯，让观众朋友更加知道详细的内容。好，我们的三名，好，可以吗？好，请拿着板子，然后正前方再看一下。好，八月十一号这个限量贩售的台北见面会呢，非常的珍贵难得，还请粉丝朋友们好好把握机会，可以吗？好，蝴蝶姐哦。哦，好，一个拆礼物的概念是不是？好，大哥你好多 BL 的想象哦。好 ，OK， 来，你的资料库很丰富哦。好，来 ，OK， 那就是对当礼物。好，我要干嘛？我要干嘛？你就是站着就可以，就是礼物。因为林子宏，林子宏，你要小心，你不然变成像厉鬼在索命，对对对，
好好好，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幸福开心点？你现在不是七月半，开心一些。好，好，羞涩感，羞涩感。好，八月十一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已经让人家相当期待了呢。好，那我们三明治女孩的写真书现在已经热烈发行当中，可以吗 ？OK 吗？好。加油！好，八月十一限量贩售的台北见面会，好，可以吗，大哥们？好，好 ，OK 吗？拍照照片的部分都可以吗？好，那我帮你们那个收着。哎，两位的麦克风在哪边呢？我们先让两位再跟大家。好，谢谢。但有需要单拍吗？好，不好意思，那我帮你们收那边来。没有道具，纯帅气拍照。这边往这边是往这边，这边，立阳这边。刚要再往前吗？床角那边，再往前，会不会拍到很像变成席？好，席梦思行路照，对，床的世界。因为利昂这次在剧章中不止发挥演技，音乐上面也有很多发挥，希望见面会当天可以看到他的精彩演出。好 ，OK 吗？好，不同 pose。好 ，OK 哈。好，那我们换子红，子红拍。你想说怎么那么远？是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哦、因为所以你刚刚没有投入。我们一人一边舞台在合照这样。大哥刚刚讲单拍，你我的天啊！我想说他自己在拍，然后他为什么要一直这样看着我这样？到底什么意思？请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可以专心一点吗？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可以不要带着爱做这份工作吗？好，来，那看前面。好，来 ，OK， 帅气。眼神看摄影大哥，心里想着子红，好，可以。还有苏小青，好 ，OK， 床的世界赞。好，当天会有很多亲密互动 ，OK， 看要被夹还是夹，粉丝朋友们好好把握机会。好，可以吗？好，那我们换子红，子红换不同的，来，好，看一下前方摄影大哥。啊，随便啊。好，换个不同的 pose， 对。好，席梦思，好，床照，对。哎，你算躺得好看的人呢。对啊，对。在躺的同时，不知道为什么，张亮刚抿了个舌头一下。对。感觉越来越奇怪。利昂也想躺。好，可以吗？一起躺吗？好，再一起躺一下，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照片实在太精彩了。对，我觉得你们两个擦出好多有趣的火花。好，可以来。闺蜜在床上的样子哦，闺蜜，她们两个是闺蜜。好，那个。现在有一些对情境来了，如果两个人是闺蜜的话是怎么样子的互动，假设你们两个是专业的演员，加油，换脸，如果是亲密的互动的话。你在搞刚手，你到底想爬去哪？好，来，再我们再拍最后一组，感觉很像闺蜜。好， OK， 感情好。紫红脚，对，两位多次登上了某一个爆肉的专业，今天拍的照片会不会再度要上那个专业呢？敬请期待。对，好，可以吗？好，谢谢。那我们麦克风再递给两位。好，那个牌子请再给我一下，谢谢。
好，来，最后要来跟大家推荐这个8月11的限量台北粉丝见面会，两位是的，跟大家讲一下吧。好，这跟大家提早就是跟你们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8月11号即将要举办的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的见面会，然后正式开始售票的时间是详情请我们会公布在三立华剧的粉丝团里面，对，没错，一定要来哦，这样子我们也很期待跟你们见面，这样子。好 ，OK， 所以那个详情请上三立华剧粉丝团以及完全娱乐粉丝专页，让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跟追踪这样子。然后相信两位以及星辰还有所有的粉丝朋友都非常期待8月11号的到来。那我们就先预祝当天的那个活动能够圆满落幕这样子。好，那先给你们这边。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呢就顺利的结束了。那请粉丝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哦，好，对对对，好，这边要跟大家补充一个资讯，我们的票，我们刚刚公布了那么多好康的内容，相信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究竟票价是多少钱。那我们现在公布票价就是1000元，一张门票是1000元，就可以得到刚刚讲了那么多好康，有独家未公开的画面，还可以看到那个精彩的演出内容以及亲密的互动，到底会是什么引发很多人的遐想？但是1000块呢，就可以拿到这么多好玩好康的东西带回家，这样子。好，那详情就继续发了我们的粉丝专页。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顺利落幕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先进行电子媒体的访问。好，那两位麦克风给我，谢谢。好，有一支。